没人帮我倒46标准，我得用惩戒了。哎，有点伤，但我刷大鸟有技巧，我可以回血，回，再回血。 回血，回 ，OK， 不掉血，哎，还回血，很好，舒服。这就是螳螂打大鸟的技巧啊！你只要拉得好，不但不掉血，还回血。哎，要多拉一下野怪，不然很伤。 好，这个蓝 buff 吃完，我们看一看啊，中路的线不好，上路的这个线可以搞一搞，它的位置也不是很好，它也没时间插眼。如果我是处于一个绕后的状态的话呢，倒是可以击杀。OK， 来点信号，趁他打野。 很好，他死了，他 boss， 他 boss， 我丢个眼啊，他肯定死了呀，来交出你的人头，不要，好，他没了，小心蛮王，你送塔是不可能的啊，送塔是不可能的，人头归属问题，这波线我要帮你推，你需要吗？我帮你推一下，不然你会很，哦，他不让我推，哦，走了，拜拜。 我们来吃个蛤蟆，蛮王在下，我看到了，有没有红 buff？ 有红，红开的，三级，红开三级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死甲虫没吃，吃了大鸟和红，然后蛤蟆没吃，现在回去吃蛤蟆了，吃了三狼 ，OK， 给他把全部算出来了，我们趁机偷他一波死甲虫，啊。 这些东西的会算，知道吧？哎，他这里插了一个眼，我看到了，我直接绕一圈过来。哎，把他死甲虫给偷了。哎，你看，这就是打野的经验。这个不是，他有明显啊，他有明显，不是，浪费我一波时间啊！ 我们把死甲虫吃了，把大鸟吃了，然后呢，看看下路能不能抓到啊？中路的话，如果他再不回，我们要冲塔强杀了。我靠，单杀！哥们儿啊，你被他单杀，这有点丢人呐、啊。两个小死甲虫不吃了，浪费死一根。 哇，他真的是能拖啊！回一口血，换了就不亏啊，换了就不亏。下路也死了，那么我们可以安心的刷野了啊！现在我也不知道他野怪的刷新时间，我们先不着急入侵，我们先把这个三狼吃了。 他的死甲虫终于刷了，这把我确定他死甲虫刷了，我先把和气吃了，给我的
哦，他的蛮王在下，我看到他了。OK， 吃他一波吃甲虫，他看到我了，我丢个眼，你不会过来烦我吧？烦我就太捞了啊，浪费你时间。啊，好，他没来，没来啊，没来就好。你打你的钱对吧？你这个钱不打你过来，你浪费时间嘛。这个视野卡得非常完美啊！再把他的红 buff 一次，然后再把他人一杀，太棒了。他的野怪我就把他全部吃完，然后在这里给个视野，先快点打，只要我把这个打了，他来他就死了，不然我杀不掉他。好，收掉了，收掉了，收掉了。他肯定要来的，他是100%要来的。啊，你哎六级的，你这开国。哟，我靠，比我想象中要肉多了。我如果进化的 Q 他死了，但是我们不会为了杀个蛮子来进化 Q 啊，不划算。我把他，哟，不会要来搞事吧？差了一个眼而已啊，差了一个眼而已。瑞兹，蓝能给我吗？我很强。我很强，这剑圣有点猛。哦，这剑圣为什么八级啊？哦，他也八级，是我等级太低了。这血量我有点不好帮他哎，但我把这个蓝吃了，你说我又不帮他一波是吧？有点说不过去。但他现在的冥想啊，让我不太好上。我决定先用这个，哎，可以，很强，可以可以。我他把龙偷了，行，他偷龙，我得回家出一波装备，我把装备更新一下，这个输出就起来了。你强你妈！你抢你马！我感觉到了有价值的猎物。哥们儿，我真的很强。强锤子。地中地。我只能说，证明给你看。人头到手，人头还就又到手。哎呦呦呦，这个移速有点快，你敢过来？缓速，你再追，再追，啊，再追！我技能好了，你再追。没事，这个瑞兹他搞不清楚状况，我等会会用实力折服他，好吧？没关系，实力会说明一切。这个蛮王发现没有红，他还吃大鸟，他吃完大鸟又过来吃三狼，那么我们在三狼这个地方呢就给他一手啊，没有说明他打完了过去的对吧。那蛤蟆有很好，把蛤蟆吃了。我们现在只要想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个蛮王他打完大鸟和石甲虫之后他会去哪儿。下路不能抓，中路也不好抓。协助你，行，我就在你附近，啊，但冲塔强杀不太好，因为他有冥想。
这个蛮王是不敢动你的，我就在这个地方，你该怎么打怎么打，胆子大一点。好，上当，漂亮！我靠，这个剑圣，这波可以明着推了。不，我不是抢你钱啊，我们是他打皮，赶快，蛮王直接就把他。你这是几个意思？我靠，小青年这么暴躁吗？我帮你推打皮，你就这么搞吗？那你是作死兄弟，作死兄弟，作死。哎，来呀！算了，不太好，别跟他吵。我靠，这个小青年！哦，这个瑞兹，我离他远点，我离他远点。恐怖的一，恐怖一，恐怖一，石头人不见了。红是我的，回头血。我靠，这时候塔皮他不吃，我估计他是闪现想要杀这个剑，杀这个剑圣的，我估计。他知道剑圣在那个地方回城，我估计。因为他又继续打了啊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菜刀对你打什么呢？菜刀对你打什么呢？对吧？下路小心，已经下去了，小心被双杀，剑圣不能给他投。哇，上路被压三级啊，两级，行，这个墨菲特，兰德里的折磨，嚣张。这波他必死，他必死，冲塔强杀了我。哦，他把塔推了，大招马上好，隐身，缓速，再缓再抠再缓，你往哪跑？除非你有闪，否则，咦，还是死啊！死亡闪现很舒服，终结。这个蓝 buff 我要帮他留着。免得他等会这个挂机了，但是这条火龙我必须要看一手，因为这个蛮王喜欢偷龙，他现在肯定在龙那个地方，我要过去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火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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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好，没事，没动，没动就好啊。动龙立马翻脸，你只要敢动，哟呵，有点东西，我千里迢迢赶过来，他把上面的东西给偷了，哇，贼娃子啊，有点东西了，哼，我这里有个阵眼，你别想动这个龙，不存在的事情。你只要敢动，我立马翻脸。往我这边跑，我大招马上好，过来先给你一套。大招没有好，包他一波。来，起飞，走。好说 ，WJQ 隐身。往我这边跑，我帮你复仇。你怎么跟我打？一打伤害。你轮胎滚不到，我反手就在原地回城。哎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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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嘿嘿，在下姓刁名德一。哎，怎么说嘛？怎么说嘛？啊，你能怎么样啊？你能？这就没办法，E都被他打断了，我正好按E，他正好一个大撞过来，这个就很尴尬。来来来来，这条火龙是确定千万不能丢的。哎呦，不好搞哦，感觉不是很好搞。哎，怎么还是有点强啊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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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这条火龙他们肯定要动了，我必须得阻止他们，但我一己之力难度太大，我一己之力难度太大了。哎，不要推到我，好说，准备就绪，准备就绪。哎，在下姓刁，名德一。啊啊啊！啊，就凭一己之力就把你拿掉，问你怎么说？哎，这次血量不多。不能轻易的跳，他也大招可能会把我秒掉。不行不行不行！我这个石头人为什么十二级？哦，对，他是上单。好，大放骗了，瑞兹把他大骗了，完美。拉他，拉他。我们现在没有石头人大招，就对面就是睿智啊，先给你一个缓速，这个杀不掉啊。剑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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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剑圣已经死了，剑圣已经死了。阵亡 ，Ghost， 好，你们推中，我去把他这个蓝 buff 打了。石头人没大，他现在就是弱智，啊，没大的石头人就是弱智，不用怕，一点都不用担心。把他当成超级兵，好，峡谷自动开了，很好。这一波我的E马上就好，给个缓速，但是 but 不行，不能跳，这跳过去很危险的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说不定他有闪，说不定锤子能勾我，说不定锤子把我E打断。好，还是稳住，来马。二塔点我，我就往你这个拉到我，又如何？哟，给我套护盾了。他这个大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他冲塔。这个位置我觉得嘛，偷袭成功，哎，舒服，没想到吧？摸一个头，下条还是火龙，下条火龙必须要搞一下。这个石头人上来了，哎，他没有看到我，但石头人应该是过来了。呀，舒服。哎，这手小心小心，不可轻敌这个东西。哦，赶快分开跑，分开跑，分开跑！感觉，哎呀，真的是刁德一呀、啊！哎呦我靠！没用啊，大招没好，闪现也没好。赶快赶快，加油推加油推，不然我这个死的就太亏了。有点无奈呀、啊，哎，他们好像在打大龙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好好好，可以。大龙是不是要看一下，哥们儿？哎哎，插了眼了，再打再打再打大龙，大龙再偷再偷。你看到没有，这个就是什么细节，这个眼一擦心里有数，但是队友可能他们的嗅觉并不会像我这么灵敏，毕竟国服前三打野，心里有数啊。虽然这个大龙丢了，但我觉得不可怕，我们第二条火龙如果拿到的话，准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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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20秒，我看看能不能先半路埋伏他一个什么辅助之类的，让他们少一个人。我觉得啊，这波在这里埋伏应该比较好。逮到，你恐怕不知道什么叫做输出还轨道一开，你跑，消失，脚不落地，你打我，拉开，团速，一气呵成，闪现白胶，再追，我就动你手了啊！再追我就把你打死，很好，那边炸了，舒服。缓速留住了，除非他有闪，留住了，但我不能搞他，他 ADC 可能，哦，他 ADC 那，那你就是，耶。火龙我们的，我们先把这个搞，我们的高地偷了，好，走了，赶快吃火，赶快，我牧人够了，把火龙吃了，再打点野怪，再出一个金身。OK， 再收一组野怪，我的金身就够了，700+600，1300块，数学鬼才。可以，推上路有塔。对，小心，剑圣输出还是很猛的。你假装不知道，这个时候要看你的灵性了。你这个时候应该假装不知道。哎，上，对，没事，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敢动你，有我港 C 罩着你，不用怕的。咦嘿，哇，这输出他就那个怎么叮，多么清脆悦耳的声音，交给你们了。我自己都怕，这种螳螂你怎么？哥们儿放一马，真的。小心，后面有个没有开大的蛮王和哇，石头人 TP 到后了，狙击，没了，凉了。一手两哟，这手大招开的满分，少一分都翻脸。满分，奉承着他头皮发麻，砸鼠标，甩键盘。这个世界美味无穷。好，可以。搞定，把上塔拿掉啊！我这个石也算值得了。我先偷他一波啊，他蓝帽应该没了。这样，我这个时候带下，哎，我们这时候就不要上去凑热闹了，把下路的这二塔给偷了。我赶快要把复活甲做出来，否则的话，他们这个阵容我不敢进场。一进场，石头人一大，我就完蛋。好像蓝 buff 在啊，不在。逮到，你想好了吗？你考虑的并不是很清楚。你不知道螳螂在孤立的情况下有多恐怖，你在。这小身板2000滴血，你看不到我第二招。
知道吧？我有十八招，你只能见到我第一招。哎，你刚才杀我啊，心里有数的啊，你刚杀我。抱团抱团，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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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，大龙秀一把。我感觉到了有价值的猎物，快快快快，我还差一点经验值到十六十六。哦，你就直接打了，可以。回到一看，他们没有视野的，上把你们偷龙，这把到我们了，还没有察觉到，很好，察觉到了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他要大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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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要大我！哎，我走位，哎，你烂的肯定是我的呀，先隐身签，然后 OB 之，然后 O 缓速之。OB 隐身之进场偷袭之，哇，这个缓速效果我真的服。这冰霜之心，我的天哪，抠不出来。大龙体验一手，还行，有两个龙 buff 能接受。哇，这莫菲特是真的，对于 AD 的这种战士来讲，天克就是魔鬼，明白吗？魔鬼。我螳螂手是这样，哎，这样子的，怎么打？有肉，关键是我落地掏了之后没有输出，并没有什么反应。这护甲多高啊？四百多，你开玩笑？莫名其妙的。慢动作平 A， 我必须要升十六，我要让他感受一下我。进化版品尝恐惧的输出，啊！听讲你很肉，我马上十六，给我一点时间。好 ，Game Over， 等我一下。进化版品尝恐惧1250，1250。嗯，行，先回家吧，等队友，等一手。来，你去把蓝吃了，我们抱团。哎，复活甲搞一下，复活甲还是要出的，嘿，有复活甲，有闪现，再也不怕死了，再也不怕死了。我现在对于阵亡无所畏惧。这想要杀我难度太大了，我有E，我有吸血，有缓速，我还有隐身两次，我还有闪现，我还有鬼刀，我还有守护天使，请问你怎么杀？你怎么杀？你除非把我勾住。哦，你胆子太大了，鬼刀一开，好的嘛，游戏还就那个改速，先拉开缓速。勾不到我，排眼 ，OB 之后，哎，缓速之，哎，想拉我不可能的呀！你们想跑啊？那是不允许的耶！缓速之，隐身之，再缓之，再隐之，混助攻之，落地杀之，脚不落地之，哟呵。反向走，游戏改速，哎，多帅啊！啊，这个螳螂们不谈啊，没话讲。牵扯之王，牵扯之王，牵扯之王，太厉害了。